每队各派两人手牵手站在我们的格子里面，然后根据我的口令做动作，率先攻击正确可以积一分。好的，第一组派出的是秦岚、谭健次，对的是辛芷蕾、丁程鑫。有请。拜拜。我可以扑秦岚是吗？大哥，我要扑他，他就要打我，我跟你讲。冲啊！这可以误伤，没事。这个女的心态有问题。咱俩可以商量，你不要太爱我，你。就不应该把小丁换过去。玩这个游戏了，小丁加油啊！规矩是这样的啊，不管是红还是蓝，都是进攻男生，就我们不打女孩子，好吧？不打女生。多多包涵。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可以用这手啊。你是用这手快点，外面那只手，这手快点，外面那只手，弟弟用外面那只手，因为你这个手要拉着他。你反应太快了，要限制你一下，弟弟。这手太慢了。嗯，没事儿。哇，这个事儿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各位先沾沾粉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游戏我在好六第一次玩，然后还碰上了小丁。来，准备。不要紧张啊，大家都不要紧张。不要紧张，朋友们，不要闭眼，大哥。来，请听口令：红色放下，蓝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蓝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蓝色攻击。这个游戏我在好六第一次玩。蓝色攻击。哇！蓝色攻击。哇！哇，大哥可以啊！哇！他快，他快，大哥快。哇、wow、哦，大哥可以啊，大哥，我快吧，对，大哥快，但是我没打中、啊，大哥快，你跟之前口令咋不一样了呢？他之前口令有重音，他攻击的时候他会重一下，他现在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们粉色攻击才打，对，粉色攻击才打，对，你不要打错了，你这个人玩游戏都不听清楚，你在昏。大哥，好，现在大哥率先积一分。好，现在要看哪边先积到三分啊。好，来，太难了。来，请听口令，放到起始位，蓝色放下，红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红色攻击，红色攻击。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那么先打到的是秦岚。这俩丽丽也还挺厉害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他手打手挡我啊。其实是辛芷蕾快，但是被挡了。好，那么现在2-0，二比零，继续加油。这一把一定给你挽回一局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来，加油！请听口令：红色放下，蓝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红色攻击，红色攻击。红色攻击。红色攻击，红色攻击，红色攻击，大哥，太干了！我刚刚眼前左眼是红的，右眼是蓝的。朋友们，这个值得看一下，刚才这怎么脸上这么多东西，来看一下，来请看。我的妈呀，还补我一刀，那红色来得太晚了吧，也小丁已经把蓝色盖上去了，雷姐发现这个，哎，我来都来了，必须给他摁上去。
是这么想的。哦，你打到我这儿啊？没有，人家是红色攻击啊，我这是蓝色了。蓝姐真的好优雅呀，她真的。这一分怎么算呢？首先第一点，两位男生呢，首先弟弟不应该打大哥。哦、然后呢，刚才呢，秦岚确实没有打到弟弟。嗯。那我出手快。对、哦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虽然最后大哥脸上有红色的东西，但是就这一分就不能算，好不好？对。就白挨了。对，白挨了，白挨了。对，好，来，来。最近好不容易拍上一次。哎。2-0嘛，现在。我给你弄少一点啊、哦。2-0，二比零。你好像变脸，你现在。上京剧，来2-0，来来，请听口令。你看大哥这个眼神。给你一个眼神，自己体会，弟弟。来来，请听口令。丁程新快，丁程新快，小丁快好多。弟弟拿到一分，现在2-1，2-1，可以了。好，继续2-1，现在是个赛点。我好想呼你一脸呀！我都控制不住了，现在是个赛点，如果拿到这一分的话，就是大哥你们就赢了啊！好，来准备。现在是个赛点，如果拿到这一分的话，大哥你们就赢了啊！请听口令：蓝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蓝色举起，蓝色举起。别激动，举起，我只是举起。举起，对对对，举起。来，请听口令。不要挡我啊！不要挡我。来，请听口令：红色放下，红色攻击。攻击！秦岚快，秦岚快！谁把粉扑都打掉？谁把粉扑都打掉？秦岚快！大奖励！可以可以可以！谭健次，秦岚获胜！好，场上比分3-1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哇、wow, 大哥哇，谢谢两条绿鲤鱼，待会儿就把你们换走。他们都快变成蓝鲤鱼了，都你看这脸上，彩鲤鱼，彩色鲤鱼。我现在就是那个红绿灯了，现在红绿灯。怪我，怪我，对不起。没有没有。他怪他。没事没事。我错了我错了。行吗？怪他。哎，还挺帅气，可以了可以了。没事，我看你玩的挺爽的。确实挺开心。我感觉我画了个眼线在这儿。你咋挺好看的？画了个眼线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好，下一轮要上场的人是杨迪、秦霄贤对胡先煦、王安宇。我俩一起玩，什么鬼啊？迪哥，你能打着吗？迪哥，你们想啊？他这胳膊能把我拍死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就只打外面的，但是你们中间玩一玩，你们两个人要交换位置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你站蓝色的，然后安宇站红色的。哇！五、哦，小虎同学。好，哇，就这么玩，好好好，这么整是吧？太多了吗？不多，不多。一个，麻呢？麻呢？帅哥麻呢？我带你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山盘。上菜喽！上菜喽！哎妈！哎妈！好好的，别上！
奇怪的胜负欲。好，来，请听口令。请听口令，蓝色放下，红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蓝色攻击。哇！攻击。我真的没看清，真的没看清。我觉得是迪哥快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差不多哎，差不多哎，几乎同时，几乎同时，几乎同时。那就不算了，这分不算，再重来，再重来，重新来，算不算？好同步啊，两好对手，好好对手，下一下，好来继续，请听口令。来，等一下，要笑场，笑，快，赶紧，他笑场了，快，别紧张啊！来，请听口令：蓝色放下，蓝色举起，红色攻击，哇，红色攻击，哇，红色攻击。这个快，这个快！迪哥，你咋被打了呢？你为什么打我？跟你有什么事？我忘了。迪哥，你真的脸特别均匀，真的。没事儿，我马上去冲关。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王安宇的脸上会有的？你也有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被。不对啊，他。是这样，老秦打胡先煦的时候碰到了他的这个粉扑，然后王安宇没动，就自己打了自己一把。王安宇，你怎么能自己打自己？安宇，你跟他换一下，安宇很想玩。我来，加油，来，换人了，换人了，加油，来来准备。看着我，阿凡达，请听口令。迪哥手举起来，红色放下，蓝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红色攻击，红色攻击，红色攻击。你不动，我去。你不动一动啊，青青！变紫色了。没事吧，哥？哇！火眼金睛！好帅！从炼丹炉里蹦出来了，从炼丹炉里蹦出来了。我先看看你啥样。好结实。杨老师，对不起。你们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感觉秦霄贤像故意的。你是没出手啊？秦霄贤绝对一动没动。秦霄贤，夯夯实实，整个就像没有我们。这个男人很稳定。秦老师，你是从头到尾就这样。好，赛点来了，赛点来了，来，加油，迪哥，好好玩了啊，好好玩了啊，别站了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我也站着，很满了，好玩了啊，加油，来来，加油，得赢一把，得赢一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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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一把啊，都打成这样了，还认识我不？你不一直都这样吗？来，请听口令，好，赛点来了，赛点来了，来。来，请听口令，最后一轮，蓝色攻击，蓝色攻击，
哇！听到了，听到了！哇！蚂蚁，蚂蚁甚至被打的那一次还不敢相信。你是最好的老王哥。他太突然了，真的太突然了。好，祝贺杨迪、秦霄贤获胜。哦，你也画眼线了。Cool.